是利用列举法写出下列各集合。第一小题， A 集合里面的 X 呢会满足 X 平方减 5X 加6等于0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先把 X 平方减 5X 加6等于0呢先做因式分解。好，我们可以得到 X 呢就是等于2或者是3，所以呢我 A 集合里面的 X 呢就是2或者3。来第二小题， B 为所有阿拉伯数字所成的集合。好，那所有的阿拉伯数字从0开始，1 2 3 4 5 6 7 8 9，好，那这样我们就完成咯。